那我就邀请我们部忙的 Chris。这样，下次顾叔叔带你去看那个超级大的大模型，好不好？好。起来。哎，该聊的聊完了吧？别打扰我们的家庭生活。回家去。走。请。我这个人很直接，尤其对我不喜欢的人。虽然你救了我儿子，但我并不打算感谢你。陆总的直接还真的是挺难以让人接受的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我一看到陆总啊，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和熟悉，就特别想和陆总交个朋友。但我对你啊，没有任何亲切感。